来了来了来了，布莱泽最新 PV 终于来了。其实之前第一个 PV 公布的时候，阿伟就已经想讲，但碍于当时情报太少，这才暂且搁置了。而随着这个新 PV 的放出，布莱泽又解锁了大量的情报，所以这次咱们话不多说，直接上内容。友情提醒，本期视频含有一定的主观推测，具体内容以后期的证据为准。咱们先来看看外观，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头部，这是远古从未尝试过的头部不对称设计。布莱泽左侧的头顶有像犄角一样向上延伸的水晶状部位，而这种发光部件十分富有银河的风格，或许就包含对银河的致敬。毕竟今年是银河十周年嘛，而且布莱泽还是新生代十周年的纪念作，你说他不搞点致敬咱都不带信的。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布莱泽的嘴唇设计是新生代从未有过的，很有可能是致敬了 NEX4。 而除了头部之外，布莱泽的身体也很有讲究，首先就是他的计时器。一般奥特曼的计时器大多都是小小的椭圆形，虽然也偶有奇形怪状的，但大体也都能看出来这是个计时用的设备。但布莱泽的计时器却完全不同，他胸前的装置从外观上来讲，比起计时器来说会更加偏向于钢铁侠和危险流浪者这样的机器人能量核心。而除了计时器以外，布莱泽的皮套也是极富开创性的，使用了大量的灰白与黑色这样的颜色搭配与分布，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有一种身着铠甲的质感。而上一个拥有这样铠甲特征的奥特曼还是吉尔贝利亚和银河出生杰德。除此以外，布莱泽的身体左侧还拥有大量的红蓝线条，颇有一种动静脉血管的感觉。这样的路线如果不是远古的单纯抽风随便设计着玩的话，那一定是大有深意的。而从预告的内容来看也确实如此，这些线路很有可能是类似于能量传输回路之类的东西。在预告片中就有出现这些线路发光和类似于能量流过的镜头，并且布莱泽所展现出来两个技能，一个光弹一个长矛，上面都是带有红蓝两色的。至于这红蓝两色到底代表着什么，咱们就只能等远古进一步的情报放出了。说完了外观，咱们再来看看内核。布莱泽世界观里的地球饱受地球内外怪兽灾害的影响，再加上第一个 PV 中提到的人类在地球上设置了多道防线，从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出布莱泽所在的地球十分的危险，而且还很有可能是一个末世的背景。但这次最新发布的预告片中却出现了很多城市夜晚绚烂灯海的镜头，完全没有一点末世的样子。但就算不是末世背景，这次的布莱泽也很有可能是 NEX4 这样的青年向作品，剧情会更加的富有深度。而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推测出，虽然这是布莱泽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但布莱则这个对未确认巨型宇宙人的代号却是在几十年前就在宇航员之中流传了开来，这说明布莱泽极有可能在几十年前就曾在地球周边的太空中出现过。而本作品中的防卫军 GGF 早在1966年就已经成立了，这也代表着本作的地球人在没有奥特曼帮助的情况下居然只靠人类自身的力量就抵抗了怪兽数十年，可以说是十分的强力。而本作防卫军的科技术也十分的与众不同，走的是和泽塔中军械库一样的巨型机器路线。不过与军械库人形机器不同的是， GGF 目前在 PV 中透露出来是一个类似于恐龙的机械怪兽，名叫阿斯加龙，目测应该是个原创怪兽。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GGF 走的应该就是机械怪兽的路线。至于是不是只有一只阿斯加龙，咱们就不得而知了。说完了防卫军，咱们再来看看这次的人间体。这次的人间体设定是防卫队队长36岁，已婚，还有个7岁的孩子，不再是以往那种热血小青年的人设，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人。好家伙，有家庭的人间体，这可真的是重量级。上次有类似设定的貌似还是当年的奈克斯特吧，再加上布莱泽这个奈加特有的嘴唇设计，真就是令和奈克斯特是吧。而这次的人间体演员绝也有也，曾经也是隔壁假面骑士老司机当中的高人气反派 Hot 新哥的饰演者，可以又是一个经典的骑士反派奥鹏主角。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一代的变身器。布莱泽的变身器为手镯类型，通过插入布莱泽灰石来进行变身，但与以往绝大多数新生代不同的是，布莱泽的变身没有花哨的动作，也没有繁复的唱名，整个流程干净利落，十分有昭和平成那位，就连变身器的特效都特别的复古。只是这个灯条效果怎么看怎么像隔壁老司机的腰带是怎么一回事。而从目前的 PV 来看呢，这个变身器用的灰石就只有一种，而且2分钟中下来也就只展示了一种基础形态。这次的布莱泽暂时还没有出现有类似于变换形态或者借力量变身之类的苗头，所以他的力量体系有不小的概率是类似于盖亚那种不断进阶强化的类型。既然顶掉了新生代盖亚，那就自己成为新生代盖亚，可以十分的合理。但是这也不绝对啊，因为在日本那边透露的玩具当中就有出现大量的前辈灰石，而这些灰石就有可能是用来借力量。毕竟作为一个新生代十周年的作品，你说布莱泽不借力量，前辈也不回来客串，那总归是有点致敬的不到位。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玩具专属特点，并不会在证据中出场。讲完了这些明面上的，咱们再聊聊这次的设定。布莱泽身高47米，体重42000吨，来自于一个全新的 M421 星云，是 M421 星云在融合了黑洞爆发出的能量后异变进化而来的超人类。而既然是整个星云都接受到了黑洞的能量，那自然也就异变出了许多宇宙怪兽。所以本次的设定是在奥鹏里十分少见的敌我同源类型。至于是否要在这个本源上做文章，要做多少文章，就要看咱们田口导演的想法。而以上这些基本上就是本次 PV 中所蕴含的大致内容。可以说从背景到奥特曼，从防卫军再到人间体，不管是哪一项都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期待值直接拉满。再加上这次的导演又是咱们的田口超人，真的是让人恨不得现在就穿越到7月一睹布莱泽的全貌。